每年夏天都必吃的爽口小凉菜，怎么吃都不会胖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好吃开胃又减脂的酸辣柠檬虾的做法，还会教您一个最简单制作辣椒油的方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斤新鲜的活虾，把它们倒入个大盘里面，朝盘中加入点盐，再把虾抓洗一下，多换几次清水，把它们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放入肉盘中沥去多余的水分，再把它们放在案板上，开始去虾线。我们先用剪刀把大虾头顶上最锋利的虾先剪掉，接着我们直接掰断虾头，用手捏住沙包的位置，分离虾头，顺势一拉，就能把它的虾线整个拉出来。只有鲜活的大虾才可以这样操作，如果是冷冻的虾，只要一拉，虾线就会断掉。重复这个操作，很快就处理完了。再把它们分别放入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起锅烧水，焯水中加入点葱段，再加入一点生姜丝，开大火煮沸。等待煮沸的时间，准备一个大盘，装满凉白开，把冰块倒入冷却好的凉白开里面，把水的温度降下来。这个冰块也是干净的水制作的。等锅中水开后，倒入全部大虾，保持大火煮一分钟就可以了。一般等锅中的水再次煮沸，时间就差不多了，就迅速用漏勺把它们都捞出来，立刻倒入冰水中把它们过凉，这样一热一冷会发生热胀冷缩，让虾的口感更加的紧实。再把葱段姜丝夹去不要，充分冷却后捞出来沥干多余的水分，先放入个盘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剥去虾壳，煮过的虾虾壳是很容易剥掉的，重复这个操作，很快就剥完了。把它们放入大盘里面。下一步，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柠檬，用刀把头部和尾部分别切掉一点，中间的部分改刀切成柠檬片。切好后，我们用手把柠檬籽给去掉，一定要去除干净，否则会发苦。接下来再把柠檬片放入装大虾的盘中，再准备一根清洗干净的香菜，先用刀把根部切掉，再把香菜叶子摘下来。香菜的根茎部分改刀切成小段，再根据个人吃辣程度准备适量的清洗干净的小米辣，用刀切了根部后改刀切成圈。全部切好后，再准备一些生姜片，改刀切成姜丝。全部切好后，我们最后切一点洋葱丝。接着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制作辣椒油，准备一小包辣椒蘸料，倒入一个碗中，它里面都配齐了，然后浇上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就制作完成了。下一步，把香菜梗、香菜叶全部倒入装虾的盘中，再加入全部的小米辣、全部的生姜丝，再把两个半瓶柠檬的汁水挤进去，然后加入两勺量的辣椒红油、一勺量的香油，再加入蒸鱼豉油或者鱼露，大约20毫升，加入白米醋或者香醋，也大约20毫升，最后加入盐1克、白糖5克，用手搅拌均匀。还有洋葱，差点忘记放了，充分抓匀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1个小时，再装盘就可以吃了。一份好吃入味又减脂的酸辣柠檬虾就完成了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